头我用假的身份，你假装是名媛，因为你明仔载相亲，对象是精英医美集团的假生意。以恁查某囝的条件，你找什么款的对象拢有，那就一定要迄个。你无需要替我烦恼这啦，公婆，我的查某囝，就是我要达成目的的工具，你一定要听我的这份子。我是妈的工具，妈奈安尼讲，上可惜，母甲龙家煞体。所有的禁锢拢指向你，你叫我要安怎收？你就是背后的主使者啦，对无？我讲我无就是无，我无做代志，你明明去叫我打。啊！这就是你的服务态度哈，今仔你上个贵的搞回失礼啦，贵。唔免贵，应该回失礼的人是伊。想到我用假的身份，你假装是名媛，因为你明仔载相亲。对象是精英医美集团的假生意。以恁查某囝的条件，你找什么款的对象拢有，那就一定要迄个。你无需要替我烦恼这啦，公婆，我的查某囝，就是我要达成目的的工具，你一定要听我的这份子。我是妈的工具，妈奈安尼讲，上可惜，母甲龙家煞体。我车顶买行，这卖人到底想怎？啊！告诉你啦，不能再搞偷袭。你集团这个代志都处理了不好势，我无怕什么。我当然要放你出来。我让人护士员今日都要被踢。你先拖一下，我随过来。你若是搁不爱离开，所有安全你该负责啦。我才无在惊，你先走不要紧，我是绝对袂离开的。哎，你不要来欺负我，懂事吗？